帮帮帮帮忙。你觉得他有可爱的地方吗？吓坏了，破产也可以走演艺组的谐星。张志来，豪平，为什么我是跟他比呢？没有人了嘛，没有人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是少请的嘛。对 ，OK，OK，OK。可爱三连，我也要啊。现在在弄迪士尼的舞台剧，所以需要做一些就是能够逗小孩子开心的动作。还玩的，性感也要，性感也要，性感三连，预备起，一。你在怕什么？怎么办？对你一弄他就退了，正式他输豪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转身性感。我没有头发可以拨，刚刚剪的，自然流露。转身性感 ，Go！ 一，还有性感，二，还有三，还有你又买个啥？因为那个伸展动作一做开就把它推开。你想过自己有性感的一天吗？很想啊，可是刚刚不错啊，你有一度像贞子，是头发垂下来的，对他弄一个垂，我还剪坏了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比较阳光，阳光，像他这个可以。他哪一点阳光？你看他这个脸色惨白，不是，对，光打下来我多阳光，我整个看起来像电灯泡一样。真的，你是反光哦，真喜欢阳光的。那像阿布这种粗壮可以吗？阿布也算吧，你喜欢哦？那你喜欢什么样？没有，不喜欢女生。我喜欢小只的女生。你也喜欢小只？对啊。那这五位，你第一眼的印象最好是谁？第一眼的印象最好。我觉得可亲蛮和蔼可亲的感觉，真的，他笑起来很可爱啊，然后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很好亲近的感觉，就不像说那个。那这五位，你最想跟谁借钱？借钱的话，卧蚕比较卧蚕吧，感觉他很好。因为如果说他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能跑不过我。不是这个卧蚕，就是我们如果骑摩托遇到他嘛，就没事，哎，没什么事，你借我两百。很好情款，这很好，谢谢。爱情就是对，梁云飞，哎，他也算是梁云飞，算是什么？你什么？可爱。你凶狠吧？可是我还有，你有杀气耶。我160而已。是哦，160。所以你是属于人家对你的看法是属于性感还是可爱？要看我当天的穿着，如果我穿长袖、刺青盖起来的话，其实我是清纯可爱的。那你这样好不好？你跟俊文两个车穿。对啊，怎么样？站在一起，好久没有哎，好久没有，来去，秦哥好久，然后秦哥性感三连拍呗，性感，够，这一定性感，辛苦你了，没有，还好。你们跟男生约会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的时候刻意不穿高跟鞋？平常出去都穿平底鞋，而且一群朋友出去的时候，很容易变成指标，因为我们10分钟之后跟嘉瑜集合，然后往那边靠了。以前我也常会这样，带高个子女朋友出门呢、啊，她如果再穿高跟鞋，就跟我一样高，甚至超过我。然后你就走在路上，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往这边注目，就是注视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走在路上都被人家注意，就很不舒服。阿布那么矮，能把人家那么高的感觉？那你跟高的女孩在一起有压迫感吗？
我觉得会耶，因为其实我们男生很想要展现一些保护女生的动作，男子气概。可是女生，你看像有出国的时候，你就是提行李上那个轮盘转盘有没有？本来想说，哎，女生帮她拿一下，就没有，她一只手拎就起来就放上去了。可女生在那边弄半天，你就会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然后帮她扶着上去，还是喜欢保护。对呀、啊，喜欢保护女孩子。那黄浩平被保护的感觉是什么？不，我也是要保护人。女孩子比我高的话，如果真的女孩子比我高，我觉得我很难 handle。就是如果女孩子比我矮的话，在那种超市什么啊，如果她抓不到东西，我可以这样哎，稍微拿给她，就看她，我觉得很有男子气概的感觉。这个东西就女生很喜欢这种小地方的细心跟温柔。可是高个子，她直接一拿按，然后就走了，然后也不等你。对啊。而且她脚又长，走快，快点。对。对不对？脚长又走得快，你怎么去追他？牵他的手，真的。对，你们过来，牵头，对，快点。牵猴子。我跟他们在一起，其实有的时候高个女孩子，以前我们上节目，他们有时候还是需要帮助的，尤其在水里面。我觉得你们高个的水性都不是很好。对，不好。对不对？我救过不少 model。哦。就是他们，其实你看，哇，是吧？在谈。这个岸上是不是很厉害，气质哦，哦气质，那个自信心十足，到水里面真是拉牙烟水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很好救，你很远就可以救到他，因为他手很长，螳螂烟水啊，对对对，哦，很厉害。那你们有没有常常被人家帮助啊？因为像我以前在平面当模特的时候，都会带自己带大包小包，然后我都上客运的时候都会这样，就感觉很重，然后旁边可能就会有男生就会说，哎，要不要帮你这样？哦，但我因为我很没，我就这样，你就自己抓。是哦。对。但是还是一般人会主动帮助你。对，因为他觉得说你个子小，力气就比较不大。而且他这种身材不能当记者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永远只看到麦。对。我叫你出外景，你去哪里了？那个手是我的啊。像他们几位就没这个问题。对。每一次拍照说，他们哎，你们在后面一点，你们我们挡不到你们，对不对？习惯性的，他们也会自己去瞧位置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当记者是也看不到脸的，对，就是看到这一段，那麦都插这里嘛，就这样访问就好了，不自然。那这样好，请教你，如果再选择一次，你要选择当高个的，还是当像蜜一样可爱的小芝麻？我想要尝试看看小芝麻。哎呦，因为我觉得高个已经当过，可以换一下、嗯。换一下。那你会选择当高个还是？我会想要继续当高个，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其实高个的一些都是好的印象，没有太多什么小时候被没有什么不方便啊，小时候被欺负，其实没有，我们不会去欺负高个啊，对啊，谁敢去拉他们的胸罩？对啊，够不到，对啊，我国中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两个，就一个女生，她是田径队的，她长得特高，然后后来也是当 model。你知道你要欺负他，你还要再冒着那个风险在操场被他追着打，因为你跑不赢他，然后而且他们打人力道又特别大，而且这种长得高的他家里的人，他长得也高，如果他爸爸妈妈来学校要寻仇算账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。哥哥一来190公斤，而且被他追着很恐怖的嘛，很像那个美国电影那种拉牙在追你。那你会选择拉牙？还是拉牙？对，还是觉得高哦。而且怀孕的时候超方便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小孩子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是豪宅，住在那里是平地。哇塞！你可以说是靠有点比较大哈。对，你们希望人选择想要选择高的请举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。